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下面玩的游戏是《侠客风云传前传》第游戏《幽冥录》。好，那这边要先讲一下，就是谢谢有字幕君帮忙上字幕。好，那他叫做 David 的料，谢谢你，感谢你帮我上字幕，也感谢帮我上《幽冥录》系列的字幕。感谢，感谢，再感谢。好，那我们要进行的下一个主线关卡是《战警一双鹰救少妇》。救少妇，哎，好。连山生等人得知秦王上有一名幼子待世，而助其藏匿的秦王余党如今已遭锦衣卫锁定，情况危急，立刻遣人往湖广一带搜索。300经验，1000鸟。那我看，等一下，我们先进去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武功。他说武功可以选6招，是不是？可是我要怎么去选？等一下哦，库房怎么选啊？是要超过6个武功才能选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们先看其他的。无间炼狱，阴风怒号，龙武功极力降低，持续三回合，击退敌人。对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我在那里更改我的。哦，对对对，都忘记了。无间流转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无间流转是回血的。夜战八方，夜战八方，杀意蔓延。断金移动格数减一，阴风怒号，敖广的话，混水摸鱼，博山五鹰角，较高几率可以再踢一次。罗萨的话是横扫仙君，无风，这个改这个。然后强化的话，罗萨追魂枪，天王枪法。好，我们先学罗萨追魂枪，条件不符。呵呵，天赋越战越勇。全龙金龙将士，神龙天五角，这个可以选吗？哦，那我们就把这个用金龙将士。OK， 好，我们就这样去进行下一关。好，救少妇，救少妇，大胡子都调查过了。早上一对锦衣卫曾到过这个村子，还带走了一个女人和强法中的婴孩，闹出了不小骚动，女人和婴孩，说不准那婴孩是秦王的幼子。受水蛇他们往哪里去了？有人在窗外的山间眼睛见过他们的样子。好，我们走。哦，这一集废话比较少，都会派遣一名探子搜寻新关卡。哎，刚不是白天，怎么又变晚上了？秦王的幼子，少妇竟然是孟倩恩，怎么孟婆吗？好正哦，正正正正正。玉明，哼，你倒是有胆子暗算咱们呢、啊，剑上还喂了毒，这几下不就是聂胜的功夫吗？还不快从实招来，聂胜究竟在哪里？哼，我不知道。我知道了，也不会恨你啊！哼，贱妇还在嘴硬，那你瞧瞧老子的厉害！哈哈，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啊！有劲，只会死。这只贱人对聂胜如此死心塌地，八成是问不出什么了。怎么把他绑到林子里？大火快活快活之后就宰了吧。
是啊，这竟然当然长得不错，身材又这么标致。哼，呸！你这贱人啊！别急，我还有法子把那银行给我。你们要做什么？别碰，别碰我的孩子啊！哦，那是他的孩子啊。孟婆有个孩子，哦，秦王那个，哦，对哈，想起来，就是在前传的那一位少林的那个，我忘记他名字，就是少林的那个神童那个，我忘记他名字了。下贱的东西，吵死人！给我住口！你听好了，我先问一句，你答一句。你要是回答不出或回答错了，我便把这孩子手指削掉一根，手指削完了便削脚趾，脚趾削完了便削脸皮。听清楚了吗？不要，别碰他！看来你还是没明白自己的处境啊。那我便让你清醒一点。不要，不要啊！住手！一名面目凯色拔出一柄随身小刀，眼看便要往英海母子削去。一名，刀子放下，孩子给我。有指挥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刀子放下，孩子给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哼，难道是心软的吗？这女人如此嘴硬，总要用一些法子把她嘴巴给撬开。你的法子不过是给指挥使施带的麻烦而已。如此严刑逼供，给人落了画柄，哼，那可不是轻易能够摆平的啊。我们办的是秦王的案子，有皇上在我们这边，谁敢对我们说三道四？哼，是啊，是没有外人敢对我们说三道四。但如果说三道四是内部的人，圣上肯定会起疑的吧？你想阴我？阴你？不，我只是想让你听我的话办事。你最好能拿出更好的方法。死会死，那这女人，弟兄们总可以玩玩。先将这女人押回京师，之后我会亲自问审。在那之前，谁敢动这女人，我便用血食之责办了她。谨遵指挥使号令。哪里走？把人给老子留下。哪里来的贼子？是雄心豹子胆吗？竟敢这杀野，都给我拿下！是，李明，我带这个孩子先行一步，你们完事之后带着那女人跟上，别把她给弄丢了。你不留下来帮我们？哼，几个毛贼对你们应该构不成威胁吧？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孩子，把孩子还我！那是婴儿，莫非就是秦王的幼子？从那警卫。把那孩子留下了，老大，我也和你一起去。马脸的，那头就交给大胡子吧。咱们先把这女的救下。臭水蛇，该不会看中这娘们的姿色啊？这妹子却长得标致，救了回去，说不定还做压寨夫人。你们这些山贼，我不要你们救。傻眼呢，傻眼。妹子别逞强，有什么话咱们叫你救回去之后再说。小子们听好了，枪正给老子往前向，往前顶。是，弟兄们，把人给我救下来。好嘞。五回合内营救孟倩诗，抵达蓝色格子处，我方全面。五回合内，好，五回合内。蓝色格子处是吧？先抓人过来打。刀是这样使的，所以大胡子不能上场就对了。大胡子，我需要你啊！好笑啊！要救他还不给救，极力战士，冰冠神术，自身，我应该先放这招的。可是前方人又哇，他好强哦！我点一下都被我干掉了，还好我有练等。心还在，
人去了，回首一片风雨飘摇。哇，声音好好听哦。苏三江南大族孟家贤今后与护卫秦王幼子的侍卫聂胜相视相恋，为爱私奔，却遭警卫追杀，夫离子散。再听一次语音，应该是一样的啊。繁花再美，不过伪尘化泥；人情再浓，不过入土化骨。放下前尘，是对自己残忍。重负过往，又何尝不是呢？繁花再美 ，OK， 好，大概是三句语音。人情再浓， okay. 不过入土化骨。入土化骨，直线霸体，然后横扫千军。神将会和东海龙宫耳闻这两帮会进入那个地方，光复伤透脑筋。如今交手过了真难缠。大胆贼子，弟兄们，就指挥使，指挥使，你没事吧？他们听到林子有些动静，就赶了过来。来人，快拿伤药来！你们来得慢了，可是我将这群乱匪拿下，也让贼人把人给劫了。是。哇哇哇！只要到那边就可以了吧？可是我现在过去，刀是这样使的，会死很多人。你其他人的攻击力才是……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人就到了，我们走。可恶，贼子，给我拿下！走开，别碰我！妹子，不管你信不信我们，先随我离开这吧。敌方全灭，孟倩失败退。女人。可不像你想的那般脆弱。哦，四句口音，语音啊，五三五音角。其实孟婆的角色设定在这一代应该是以补血的招式居多吧，我想。激励战，回马枪。越战越勇。混水摸鱼，金龙将士，孟婆应该不会死吧？辛苦你，还帮我挡，风卷长云。好弱，好弱！哇，蛮强的啊，孟婆，有点波为不稳。哈，正哥教会我的伎俩，你可还没见识过呢。是一个，哟，我们的部众死掉的话就是死掉了。所以要小心一点，小心步骤啊，步骤是很脆弱的。哎，这边这一代的钱是很难赚的。嗯，要赢了。恩光无数，死不足惜。
死不足惜。哇，木剑师好强哦！嘿，这些锦衣卫当真是越来越窝囊，就这点本事，这点本事还敢出来混？妹子，你没事吧？来，让我看看你的伤。你们别碰我！墨剑师抛袖一挥，一支袖箭破空而出，带着敖广反应过来，剑尖已在眼前不过数寸，敖广不假失手，向后一个铁板桥，险险避过。哈哈哈！你这娘们还留两下子，臭水蛇这下更像条水蛇了。差点这么瞎了一只眼，想不到你妹子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能来上这么一手，很好很好，对老子胃口。你们几个，等下送到张门据点安置，另外找几个女医照看他，路上给我恭敬一些，不然担心你们的小命不保。是，刚才地方看见了，大侠一定对这个女侠毕恭毕敬啊！大伙，大主讲错了。我不走，我的孩子还逞强吗？这不晕过去了吗？按兵长行事，低调些，时刻注意那些锦衣卫的动向。是，你们几个跟上护卫一样，想活命的自己管好自己的手啊！遵命。马脸的，咱们走吧。嘿，老大的，这回可不是打到何处了，你可别慢了，臭水蛇。刀剑交什么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先这样吧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这集收看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到影片左下方的图片和订阅，欢迎到右下角的红色小框框把铃铛打开。也欢迎到我粉丝按的赞，以中最新消息。然后再一次感谢帮我上 iPhone 8开箱跟优米录第一集的 David 字幕君，感谢你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这集收看喽，拜拜。